那这样拍摄产品呢？我觉得这个，那拍摄实体的产品，我觉得这样清洁非常非常重要，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功夫，因为你几乎是拍一张照片，你就要去吹一下灰尘啊，因为我们就是拍一些很特写、细微的局部这样子，所以那一点点灰尘就很容易出现。那因为我没有任何的助理，所以摄影助理其实也还蛮重要。那我现在是没有摄影助理的状态，我就要自己拍一张照片，然后就去吹两下，然后把那个什么灰尘啊、什么亮亮的灰尘这样全部吹掉。然后如果上面有油，就是你指纹啊或者是油渍，那拍起来也是蛮明显的。所以你也要就是想办法把它仔细擦干净。然后我刚刚如果还有一些擦不掉的东西，你就还要喷酒精去把它细微擦拭完，然后再把它吹干，吹干净。那如果真的是用不掉的话，你还要用手在那里把那个灰尘一根一根这样拔起来，真的是要花蛮大的功夫。这就是产品摄影，小小的细节啦。